久不见的朋友了。对对对，今天有时候这各行各业忙碌的时间不一样。是的。哦，有的朋友呢，就是追星的时间，对，这个都抓得很勤奋、很勤劳。啊，有些就是比较注重那这扛鬼界的写感想。对。所以呢，跟我们这些好久不见的朋友打一声招呼，嗨。哎，今天就顾不过来呢，恁拢在做啥？哎呀，恁俩拢无落来看阮啊。上班的上班，对不对？哎，真的啊。哎，真的，你也讲哎，其实，在外地如果看到熟悉的面孔，你也跟他说哎。好温暖哦，而且有一种温暖涌上心头。突然间，对不对？你可以，可能感动到想要哭，你知道？感动。哎，真的，我的，哎，真的，有时候那哪，譬如说去外地啊，去比较远，有没有那种新竹苗栗啊？对。可能咱规个这个工作伙伴上去而已，对对对。大咖，哎，其实就在北部的粉丝，我们也没看过嘛，没错。你可能在中国就觉得，哎，讲哎，你也讲说，哦。很开心嘛，对啊，亲哎，所以呢，每一位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呢很重要的好朋友，没错没错。不管是呢在我们这个呢工作上，有些私底下也是会安内咖喱本贺姐姐安内啦哈。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舞台上的每一位帅哥，对，谢谢。好，被感谢的哈，上盖爱感谢的是今天来庆祝当属，没错，一定要，对，一定要来感谢一下了哈。对的哈，咱这个专户安内哈，咱立户沉水哈，咱的这个老的了，非常非常的用心，特别拼。请到呢，我们台新综艺传播是哦，有到咱的黄永子说来做帅念，然后每一年呢节目都不一样，对，但是呢一样的是咱头家摸摸的这个心理，对不对哈？咱、这个每一场的这个哈、这个节目拢真用心哦，来规划哈，啊，今仔日哈这个待会的后面会越来越精彩，没错。人讲哦，这个好戏一开始呢就来做安排啊，哈，主头好到尾，是。就到咱现场，咱两个朋友啦哈，咱做行李做属于让咱大趴背啦哈。这个钱没有在嫌多嘛，对不对？没有啊，没有。希望越赚越多，没错没错。希望睡醒钱就掉下来了。哎，当然，来去拜拜一下。嗯，看你哎，可以啊，你就睡醒说哎，你中奖了，有没有？哎耶，这不错。手机可以啊，讲你得奖啊。这也是天掉下来的，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对啊，对啊，所以你看哦，人讲哦，拜拜人拢就有福气耶。是是。啊，所以邀请到咱现场每一位咱的好朋友，然后咱请贵宾啦吼。来到咱的专户家啦，上个条就是向着咱的立户沉水，立户之前先来做参拜。哦，人讲哦，这个拜拜就是上个重要、上个虔诚的这个心。是的。哦，咱的立户沉水，伊今仔立户之前买保庇的吼，咱专场咱这好朋友啦吼，咱这个黄金啦，会当坑干挖出金啦。哦，这个现在黄金很贵。对对对对。所以呢，祝福大家赚大钱，上个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到满贯的家财，一定好美满的这个家庭。成功的事业，是的，好，咱这块向着咱的立库沉水列为尊行来这祈求啦哈。好，那呢，我们接下来话好像有点讲太多了哈、有点多。来了，我们呢接下来时间呢就要看到我们曼君精彩的秀舞时间。好的，精彩的节目也要来做开始了，所以邀请到呢在比较后面的朋友。呱呱紧紧的靠过来靠过来、我们今天的节目重头戏要来做开始了，他几位那呢是广陵好，我们的这个钢管辣妹了、就强棒出击，邀请到我们这一位呢曼君、这个呢舞蹈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邀请到我们现场的朋友帮我们捕捉这个精彩的每一刻每一个瞬间了、邀请到我们的曼君带来精彩的秀舞。十年功劳，是啊，非常性感，非常火辣。哎呀，立马脱口罩哈，冻袂掉啊哈。天气太热，没有关系，我们都有打疫苗，我们都很健康。嘿，那你们帅气的萌萌的，嫩的萌萌的，黄萌等的，我们每一只都要照顾到，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方向哈。耶。来哦，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由着咱的舞台顶，我们的台新综艺传播带来最精彩的节目享受。嘿，嘿。
在非常火辣了哈。好，请为咱的四个牛啊，我们的三款辣妹慢去。来咯，侧身上杠啊哈。那这个小朋友千万不要乱学啊哈。那个姐姐有练过。嘿，嘿。来哈，背个咱的定格，再跟我想定款啊哈。下面呢，我请为康平牛，哦，咱的数量会当如此如快。可能你在看看呢，都是他们背吼。来，我们对服装也非常非常的讲究了哦，要给大家看的不一样的这个节目演出。这个姿势，你本来准备当我倒数哟，我准备在三二一，你就动不了，就咻下来。耶，好朋友，好朋友，耶，嘿，耶。
感谢到咱的吼三万户啦吼，我们的这个谢主委吼，这个包了这么多的红包，谢谢主委，感谢你，主委爱你哦，哎，谢谢，哎啊，这。